包括基隆市议员张耿辉、曾宜芳、基隆市长谢国梁、秘书陈宇璇等人一起陪同慈凤宫住持和主委、副主委以及志工们参加这项秋节送暖活动，祝一些比较我们中低收入户的一些，那趁这个中秋佳节的时候，发放300份的我们的一些米，还有一些我们的日常用品。中秋节前夕，位在基隆市七堵区的六堵慈凤宫受到奉祀主神玉皇三公主娘娘慈悲感召，特地办理中秋爱心活动，发送日常生活用品以及民生物资给将近300户弱势民众，帮助他们也受到基隆市议员张耿辉和曾宜芳的肯定。集合民间的一些善款来共同来发行，来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一些事情，发一些平常他们所需要的日用品，让他们在秋节之前能够过一个节日。来领取秋节爱心活动物资的弱势民众同样倍感温馨。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